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谢谢啊。你怎么都不知道拉一下我？拉你？你是便便吗？我为什么要拉你啊？看到他们了？有。走路到了。说过女士优先吗？现代社会男女平等。我背了这么重的包，你看不见啊？你都不知道让我一下？你又不是老弱病残，我凭什么要让你呀？大图，你去哪儿？要不要一起去图书馆？你管我去哪儿，能不能不要跟着我？死大图，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！